正是给我做两块钱的面吃，给你把它也解了。我解决了。你说说，咱给我批评我解决了啊。我喝了，你朋友说在你三房家叫你啊，明天我给房子给大一点，我都是七八个我领，一会儿就醉了。哎呀，操的跟啥样的。你少吃点，你今天还胖，你还肉都没吃。今儿个担担面是红颜色的，没菜汤啊？那青菜凉拌吃。哇，一锅你啥肉？啥肉？以前那个专题学习的人，还得练上。好的，你要活儿自己做啊。那我那表示跟上那前面好像知道。那我也别说了。那点儿都没光。哎。